啊，不然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然他那个基本资料列体重干嘛？好像体重感觉一直都没变过。对啊，从来都没变过哎、欸。就跟那个会卡正常啊。那个理智也不知道干嘛、欸。哦，我理智升回70啊。我理智88，而且我生病了哎、欸。我体重是变胖啊。我一直都没有回来过、欸。你多少、欸？205啊。大家都205啊。205很正常啊。哎、欸，你以为你变胖了吗？有点敏感。哇，我甚至才44%。哎、欸，阿纪，你往左边看。哎、欸，左边。你看那个岸边。啊。那是野人屋吗？你们在哪里啊？哦，野人屋，度假小村哎、欸，杰克。好特别啊、哦！我去过了，我去过了。哦，你去过了、哦，就是野人屋嘛。好玩吗？他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啊。哎、欸，谁打我？谁打我？哎、欸。啊。好吧，你们理智是神智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中22哎、欸，我好厉害啦！哈基之前是零啦，我只有一哎。您会怎样吗？会移回来一点的是不是？不会死啊，不会死。不会怎样？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哪一个标记啊？黄色吗？家里的吧。家里黄色吗？还是啊？黄色，左边的那个红色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很远的、啊，好远哦，天坑附近的。我们等于快要把我们快要环岛一圈、欸。所以听歌 ，Go！ 听歌，跑起来！听歌，对，大家都爱听歌。听歌，装备，等开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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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裸露的沙威嘛，拿弓射他，边听歌边打他，嗯，走，打起来，他在逛海滩，对，他在逛哎、欸，他完全慢慢拉拉手、欸，逛街啊你，他真的是在逛街，哎、欸，他过来了，逛街，有他生气，他生气了，逛街，我好红哦，章鱼，章鱼，哎呦，哎呦，冲过来了，好，你在干嘛？他这招一直都很奇怪，找 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都不知道在干嘛，近距离射击，啊是啊，啊不用了，不用跑，不用跑，哎呀，他爆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他爆毒是不是啊？蛇就不要动啊！什么？他这边切的那个蛇尾巴还是什么？是不是啊？还会动耶？太好笑了！对啊，暴徒啊！洗个刀。或是带 BGM。有 BGM 之后就很嗨啊！把它收起来，还会继续播。对啊，超猛的。然后我要看我们走了多少步。陆龟。哪里？乌龟，地上都是乌龟啊！你可以拿石头敲它、哦，敲它会怎样？把它龟壳，砸它龟，下来了，下来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哦！你口渴了，我要喝汽水了哦！喝吧，有汽水，等一下。看，刚就爆了，丢球喽！不要再丢球了，你要玩球啦！你是没被砍过吗？丢球喽！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石头，欸、这石头怎么这么像肉块、啊？这边要小心一点。我觉得第一个不用小心吧，第一个后面、那個、第一个不用了，后面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上面有一条腿，为什么不能带下去？它已经干了。应该是地图物件腿，哎、欸，地图物件他盖回去了、欸，他盖回去了、欸，谁、欸、呀？谁、啊、在那偷偷还原场景啊？谁呀、啊？波浪机，野人加倍拆，他自己修回去了哦。哎、欸，抽到我了，抽到我了。其实我们是在参加实境秀吧？来，先不要跳啊！哎、欸，会不会真的最后就是其实是实境秀啊？我的天哦，人密室逃脱啦！对，工作人员会来修 啊。这个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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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好这个很短一段。这长的真的是会哭。我看到繁星直接往下跳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那个短短的，没事，跳不死人。哎，这个就要小心了，这个要小心了。对，有，我现在很小心。跳下去可能就没命了。都会安全的。会到一楼哦。会爱到一楼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就是一起去一楼。哦，对啊。这边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去水里面保险，不然就完了。对啊，我被挤到水里。啊，这个轮流来。走！好，你们可以下来了，我会声控你们。小雨，冲！停！好，绝对停。好，泽平停。影院吗？还可以再一下下。慢慢跳。跳嘞！我会接住你。不行，我不相信。可以啦，我上次接过那么多人。我怎么记得是要往下？到了。没有没有，往下爬会受伤，不要。真的是要往哪边？我要去对面吗？跳过来就好了。啊、他直接跳了。没有啦，我是杰克那边跳过来，我这边啦、啊。嗯嗯哦，可以。绳子下来之后跳过来也可以的。杰瑞跳，我爬，这好高、哦。跳了，这用跳就好了，杰瑞可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过头了，这边过头了。怎么了？不要受伤，不要受伤了。哎、啊，什么、欸？为什么？过头了啦。直接坐特快车，哦、这里哦，好，哦，下面好恐怖哦，对，好怕哦，有猫团团，加油！你怎么在？你怎么一个人在那边啊？跳过来，用跳就好了，不用爬，跳的，不用爬，不用爬。小雨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，左边，对，好，这边安逸安逸。你的又爬了。确定确定可以用跳的、哦，可以贴墙壁。哎呦嘞，那好远哦！为什么你们刚不是就是直往下就好了吗？啊、没有，下面没得爬啦。嗯，不是啊，我说那个下来这一块的时候啊，我们直往下爬，啊啊、直直往下爬。走内好了吗？还没。怕过头。哦。地区好了，超级留言还没。又来测试一下，不用测。要测又要测了吗？又要测了吗？要测试了吗？没有。我都测好了，我等下有通知哦。哦，吓到了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哎。那为什么原本你们原本不是就有吗？还是坏掉了？没有，原本没有用超级留言。哦，你是有超级留言，但是没有音效是不是？就是对，没有开那个功能，没有开通知。我的有通知哦，我的有。现在有。有通知就不用。不用测试喽。不要啦，我们要看一下，还没有人就是通知之后懂吗？他反边了。有通知就得测。哦哟哟，对哦，忘记这边。再跳下去。我也差点直接往下跑。啊，氧气筒。氧气瓶，捡起来。捡一下。杨泽平。啊？先补自己那个身上补满，再拿一瓶哦。啊，对，这很重要。你们要记得哦。我要上去了。我上那个大队了。上面有两瓶，刚好可以。上面还有。哎，还有一瓶去哪里了？弹掉。不要踩我头。踢背踢下去了。哦，还有一瓶不见了。哇，在下面的样子。哎，干嘛？哎，你跑下去。所以要游过去了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另外一边后面可以去游泳，这边可以存档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存档等你们。超级留言没有啊？没超级留言啊？来，没有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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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没有啊？没有啊？骗我？没有啊？没有啊？哪有？没有啊？可能坏掉了吧？你们可以再帮我们测试一下吗？感谢订阅。是个莓果。哎，对你们都没有莓果袋吗？身上没有做。有啊。哦，那你们应该有收集吧？我没有那个莓果，如果有，没有。我发现莓果有补水又补饥饿，超棒。啊，你莓果是怎么采？是拿在手上采？对对，你莓果袋要先拿在手上。我想说你这样不就直接吃掉？它会变换，是莓果籽。会。啊，这边有点麻烦，上一次好像有一点迷路，对不对？在这里。对，要找一下。对，不要再砍那个石头了。这次是我砍的。就你哦，不敢泡水泡太久，还是爬上来好了。怕会的，怕袜子会湿掉，不舒服。全身会湿透。对。
哦，以前上学最讨厌就是下雨天，就是大暴雨的时候啊，真的。袜子湿掉，真的，一整天心情都很差、欸，差到爆炸，而且又会超臭。然后脱掉袜子又超痛。我们所有人就是下雨天，然后进教室，然后大家就光脚在教室里面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一些老师他会禁止这样做、欸，哎。我们都没有、欸、我们都是所有人。老师会说给我把袜子收好，穿起来这样。一定啊，就是我们都大家都放在旁边，都是放在后面晾干这样。阿鱼哦，太酷了吧！哦，这边、哦、我这边吧，看一下。螃蟹，我啊，我是应该是吧？螃蟹，我也是螃蟹、啊，我看错，没事。这鱼好好砍哦！把人头看成螃蟹了，这鱼也太好砍了吧！对啊，你在这边等他们吧。没有，再抽几只鱼就可以吃了。我、哦、上个厕所、啊。对，我们好像要游泳过去哦。嗯。嗯。好了，我拿三条了。这个洞其实不太好游。好，等一下好了。那鱼也太多了吧？好了，就你一次也只能抓三只而已、啊。我是啊、哦。嗯。走，汇合了。生鱼。嗯，我身上没树枝的。我有。我这里还有树枝，我这里还有很多木头哎、欸，它像木头的东西。树没有树枝，树枝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有。树枝我有108个。有。太多了。因为他记得很久没有砍。不是，他记得在那个弄家里的那个萤火之类的。啊，他很久没砍木头了。没有，我都把你们那个树枝全部加在你们食物里面去了。哎呦，啊呢哦。难怪都吃了的时候嘴巴黏黏。只有 KB， 对啊，哇，都是滑顺可口、啊、来了，那是会黏黏的吧？杰克，杰克嘞，等我一下，我吃个食物。嗯，啊，这次是闹破。你说现实吗？不是，我在吃鱼。吃鱼？好了，嗯，没有就打上来的鱼马上去。哦、嗯，所以要带潜水衣了吗？不用，游掉，先往前游。我忘记没那么快。我穿上去了，不，救鬼，有孕妇，有产妇，有产妇。哎、欸，你有穿是不是游比较快、啊？只穿上去。没有啦，我有按虚浮特啦。没有，我没有按虚浮特啊，你游比较快、欸。对啊，你游比较快、欸，真的游比较快。那穿你刚刚浮在水面上有没有那个耗氧气吗？氧气符号，哎，神经，氧气的那个没有耗啦。哦，那感觉有没有穿着就好了？对啊，我们穿着就好。就可以穿着啊，全程穿着吗？里面让它有灯就没差吧？你说全程穿着吗、嗯？没有啦，全程穿着很恐怖哎、欸啊，就游水。吃鱼喽！哦，你们肚子弄开了。吃鱼喽，吃喽。我们还在发育啊，嗯。大家都很年轻，还在长、啊，我的灯都在长。好了，帮你们烧钱一下，吃比较多，味道比较香吗？但没有灯啊。啊，那我要烤火一下，我穿着泳装下来烤火。抢到一条鱼，哦，我被抢走了。过来。咦，吃到了。慢慢吃个，好走了。鱼肉好小块啊，鱼肉一块吃不了半饱。我好怀念蜥蜴哦，可以直接跳上去啊！我看一下，最后肉哎、欸，我把它吃完再走。观众都把你们看成是怪物啦。有了，啊？他们观众都说你们看起来很像怪物。的确啊，对啊，不是怪物啊，怎么了？是蛮像的啊，怎么了？不否认啊，的确是怪物。我们已经还非常适应这里的环境，我还是很怀念我们是用滑的下的那一次、欸，对啊，那一次真的很好，很刺激耶、欸，那是超好笑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这边如果有缺什么零件，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这里的。那个是手吧？我记得是手。对啊，你们如果有缺手吧？是手的，你们来拿一下。对啊，哦、这个是手吗？屌啦，对不起。一只脚，对啊，这个我已经拿过了、啊。没有，嗯，对啊，就是再确认一次，嗯、应该是没有人没拿过那个啦，对啊，这边已经来三次了。嗯，真的。我们已经换了一次。这是脚、啊，这是脚。奇怪，巧克力有没有直播？你应该去找他，不是找我啊。就好像我通灵一样，知道所有人谁。他礼拜四不是没有固定吗？我没记错了。对啊，没有固定说要、嗯、没有要开机。对啊、嗯，哦，你不是巧巧的忠实粉丝哈？你不要这种，你还累啦，你还累。